初就一路跟着古林的出赛啊，来到现场观察。哎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反向的落地安打。然后柏成这场比赛呢也贡献了安打了，这场比赛富邦的第四支安打。哇，这颗速球可以一五四，也可以一四五。柏成打到外角的速球，形成安打。富邦在得分上面呢，就只得到一分。这球现在是很成功了。好，许哲彦去补防一垒，在记录上是成功的触及牺牲，范柏成进站得分位置。球有了，得点圈的安打出现，但是看到了 stop sign。对，因为在得点圈上的是柏成哦，哦，阿德也敬礼的手势出现啊。哇，阿德今天的挥击的轨迹啊，相当漂亮哦。嗯。这球不好掌握，是因为它是比较高的进垒点，而且又是速球，打成平飞球不容易哦。打得很强劲哦，所以先把柏成挡在三垒，球已经回传回来。三垒的大弹跳，哇，这球不妙了，这球在三垒跟本垒之间要造成夹杀。已经是 tag 到了，陈崇宇最后呢是用手套 tag 到了前卫跑者范柏成。哇，有两个选择哦，这也是一个双杀的一个可能哦。对，但选择传本垒，所以透过夹杀之后是拿到一个出局。现在是这球是一个安打，这个安打球会拼本垒，加快脚步，阿德冲本垒，看到那陈崇宇因为已经是离开了他的防区哦，冲到了投手秋前，所以攻下第一分，第一分是由柏林的安打，关键安打出现了。阿德一开始的离垒就够大了哦，击球瞬间就开始冲了。阿德知道自己是捕手啊，所以起跑的 timing 掌握得很好。最后的回传，崇宇觉得本垒攻防来不及，所以他往前去拦截。对，哇，你看阿德这个 timing 啊，掌握得很好。